近日，任达华妻子琪琪与女儿艾拉一起拍摄美妆大片，照片中母女俩高贵冷艳，有一种超模既视感。琪琪是香港有名的模特，51岁的她颜值在线，而且身材依旧火辣。艾拉一身黑色蕾丝裙，大秀性感美背，妆容精致，气场全开。艾拉完全继承了妈妈的美貌，甚至力压妈妈的颜值。14岁的她身高已经达到了1.8米。艾拉之前也拍摄广告和写真，气质和身材完全不输超模，一双大长腿很是吸睛，穿上恨天高就有2米的既视感。网友纷纷评论，在名模妈妈的指导下，艾拉的能力比之前提高了不少，少了些青涩的感觉，现在看起来成熟冷静，想必是积累了不少的经验。妈妈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美，女儿是阳光张扬的朝气，任达华有2个美女的陪伴，想必她的伤也会很快的好起来的。您觉得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